四月，男人四月给女人买双鞋，今年已经发鞋财，买完鞋才买上衣，男人越会借越急，再给女人买双迈克尔头，今年一定不会穷，再给女人来套防晒霜，男人长寿又健康，再给女人做一顿饭，一年多赚500万。不是女人买不起，都是为了你自己，不是女人不做饭，就是为了让你多挣几百万。你信谣不传谣。抖音。